跳屁股啊！你们知道信宏在想什么吗？信宏在想说，他能不能在车上不要下来，然后阿松就把东西卖完，然后他就可以不用下来，他只要收东西就可以回家睡觉。因为我不知道。有两个佛跳墙，两个佛跳墙就好了。游通队，因为现在礼拜二的七屯现在没有做了。怪哥，今天干不了。西屯的房子卖掉了，所以没办法卖，所以昨天我没直播。哎，老友东，友东大哥早。好啦，你别去报。报过了，报过了哈。报了。报，你家己开的。有机会怎么没薯条？他们没有卖薯条。薯条那时候我记得高雄新打港有卖过一阵子，不过也只有那一批货，接下来就没。都卖茶包哦。还卖一瓶。什么？一瓶啊，那边。卖黑贵五百。啊，这贵多少？啊，这贵多少？对，西屯没有卖了，因为房东卖给别人了。单价，单价干完了哈，干完了哈。2150。那么会塞给阿松，不要了。你让他吃呀。你说你面前有对吧？你是希望伊去卖完对吧？你是希望伊去哪卖完，那你等下再等伊要滚了对吧？对对，你就可以不用下来了，对不对？带比微微彩，就可以下来说，哎呦，阿龙伯啊，好，休息会，休息会，好啦，等下要滚。就变个啦。好雨吗？哎，你第二季打完了？早就打完了，我打完已经，哦，快一个月了。你干嘛那么早去打？啊，他叫我去打，我就去打，不然呢？没有预约，他叫你去打。早就预约了，你知道？对啊，你怎么早预约干嘛？不然我这。啊、不然要什么时候预约？你问我，没有，我问你。他要打也不会找我去。你第二季还没打？打完了，礼拜一去了。OK， 安娜贝，这有快死掉了。秀清早，秀清早，小鹿早，看一下有没有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爱打第二季不会补，没感觉。你说越老的越没感觉。我第一季快要死去活来 ，AD 打第二季就没感觉了啊。打 AD 啊？对啊。我以为打莫德纳。莫德纳第二季会哦，要死我，那那哦。莫德纳第二季都听吼，都艰苦的吼。爱看，爱看。发烧对吧？再听一下，再听一下，再听一下，听对不？好呀。看一下有没有没有讲什么？我们讲。谁做谁做的礼物？我。做礼物。亲亲，如亲亲亲。叫你小青好了，叫你小青好了，加油啦！小青早，我不用敷衍呐，阿松一个就可以顾一摊的。你明天留两包，哎，七七，七七，好像是我小时候邻居。
巧克力工厂他好像快要冰是巧克力工厂不是啊他好像快要跟你一样高哎、欸。哎呀真的他超高的超高他要快要180快要180真的他超高的我190哎、欸、哦好棒哦你怎么不去打篮球啊为什么要打啊然后呢然后教练说你没有天分对不对我说我看到那些比较矮的我就觉得他们会自卑所以我就不打了现在抓你去了聪明的那个机器明天跟我弟讲说你要两包你现在跟我讲我他们会玩明天直播的时候再说你要哎、啊，我知道你哦、喔，你明天跟他明天嘉应开直播的时候，你就说要两包，应该不可能开直播的时候就卖完了吧？哦，冰城我知道，你刚才我看直播有开声音，你站在左手边，我知道你是谁。大清早，我现在有办法跟你们聊天哦。等一下他开始卖的时候，我声音就会比较少了哦。现在还没关系，不然会有人不爽。哎，那有12片300啊。这边去拔的没有下次可没关系啊反正礼拜三都在你下次再带多一点就好我要几包我要几包你一直说，你说蚵仔要几包？嘿啊，几包啊？要几包？几包啊？几包碟啊？要几包？几包啊？几包碟啊？弟弟，可以啊，哇，这边，上一张，对，小贝，没关系啊，吃完再来买，那礼拜三都在，你这样够了，慢慢吃。吃完再来买就好了。你要两盒贵呀，对啊。贵呀。谁敢不爽？很多人敢不爽，超多人敢不爽的。来，谢谢。老实跟你说，现在就有人不爽。我这样一直讲话，现在已经有人不爽。为啥吧，两个？200好了。200啊。跟那个，来，这边坐一排呀。家人500那个是老客人，你们我看到你们写，家人500那个是老客人，那最后有一起算，懂吗？你们刚才一直在讲到什么最后面那个下轮舞台那个没多久
他有收钱，那是老客人，他每个礼拜几乎每个礼拜都来。这个什么嘛？哎，100块。然后再加那个，这个二四六八十十二300块。西村厂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100块，抽一千没有了。额外拿一包。西村厂拿。你要什么？那个房子房东卖掉了，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卖了。那你给我拿那个呢？抽一千呀。嘿，抽一千。好了，好，谢谢，拜拜。礼拜二没有卖，然后礼拜三你就可以带比较少哎。没办法，礼拜二没有卖，礼拜三你就可以带比较少哎。没有，因为还没还。哎，对，还不错。哦。所以不想要那么累就对了。小平找的话，先到3秒钟之内先到安到300个赞。1秒，2秒，3秒，都是能到安到300个赞。嗯，对，开始。
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啊，你好嘞。加五百嘛，啊，这四百哦，啊，你六百。是干啥？买酱嘛？些啥哦？那个五八的。哎，谢谢。我外面准备用假的。谢谢你早，好像现在7:20。他说他打疫苗，礼拜一打疫苗，那个左手很痛，所以他今天带比较少东西的。哦。你是要练啥呢？你是要练啥？小李飞刀，好棒嘞！帅哥，请问这是什么鱼？那个是海鸡母。啊，海鸡母。你可以问他。我帮你请问一下。爷爷呢？爷爷，你好，要干嘛？出轨啊！哦。哇！哦哦。来看你道公安路啊。哦，这么厉害哦。煎一定好吃啊，只是我觉得用煎的会浪费。啊，用那个用煮汤啊，用煎呢都可以。用煎的啊，干了。好像没有，有什么？白枪啊？没有，没有。我要这一份。好，500，好不好？好不好啦？那个一只5块，买六只多一只。这一家，这什么贵啊？还是那几个？夏天的，在这里。好，这个。